别录取了。你猜到了，就你那跟中彩票一样的表情，想猜不着都难吧。你猜对了，我明天就能上班。那恭喜你了，现在有没有时间请你吃个饭庆祝一下？好啊。饿了先点吧。看着都很好吃，也不知道点什么。一流和多特苦料给外面烘焙的蒙纳米亚房红果馍几条道。哎呀，够了够了，你点多少菜呀？我胃口也没那么大。小姐你好，现下送学会会有其他客人来他还没人上。我去个洗手间。怎么了姐妹？糖糖，你能不能教我几句法语？三句就行，餐厅里用的那种。你要去吃法餐吗？我一会儿也去。别提了，沈君瑶带我来的，我感觉自己跟他八字犯冲，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这三个月。他怎么你了？就是属于五行学克那种。哎，你不知道，他今天第一次请我吃饭，我就经历了大型社死现场。我就以前让你多学一点，偏不听。行，你别说了，你赶紧发给我，再不然我就只能掐人中活着了。行，我也要出门了，一会儿我微信发你呗。拜拜。坐这边吧，一会儿还有客人要来。